华尔街主要指数周三6月2日在本周受到密切关注的经济数据发布之前开盘上涨，而所谓的记忆股的最新涨势在早期走势中脱颖而出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之上涨39.3点，0.11%，至34,614.62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时上涨4.8点，0.11%，至4,206.82点。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上涨6.8点，0.05%，至13,743.242点。